好了，基本上这场要是 free win， 其实 LL 蛮无聊的、啊，这个各位要是有去打过，有去打过信场就知道啊。一场比赛灭来灭去的、啊，一下你灭我，一下我灭你，就算装备有落差，等级有落差，还是有机会翻盘，而且很轻松啊。因为那个那游戏就是一个吹剑什么的就秒杀、啊，不然就是一个大就可以逆转了。LL就不太一样了。 滚雪球的游戏，除非真的有人是二刀破表、啊，就是像现在，像我们现在是鳄鱼可以一个打好几个，然后库奇下路也是大 U， 中路也大 U， 这种要逆转的。 Our future will be bright.